我以后当歌手。我的梦想是当表演艺术家。我以后要去美国。我要让我以后的家人会知道他们自己比一般人还要幸福。我以后想当一个有负责的爸爸。我英文不是很好，是我来参加的。因为我一回家，我妈就跟我说准备参加营队了，我就来了。青春不留白啊，就参加。因为这边老师都是讲英文，所以我会想要尽量跟他们讲，然后学习到说怎么看到外面，不会变哑。我们其实是由 MEH 主要招生，就是负责招这次的志工。可是组成的来源就是除了医学院之外，还有其他学校英美系，然后就是台湾各地大学的大学生。因为我是台东人，然后我知道这里的小孩子在学习事务上面，可能我们没有像大城市的小孩子资源这么的充沛，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我们很想要学习，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方式。我觉得当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想要分享我自己的经验，然后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觉得说我可以做到，他们也可以做到，甚至可以做得比我更好。我从小跟着妈妈，可是我的妈妈就天到晚在工作，都不在我旁边跑，然后我就想着追求就被妈妈交给亲戚的人家，虽然都有给钱，可是就少了一些东西。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在这边就是交了很多朋友，然后等我回台北之后，他们就是会一直跟我说，他们很期待再一次有你。很谢谢老师教我看看脸，还有他说原本在学校没有学好，可是没学好。Can you sing? Song.